显示器有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姿态一不清晰。我这边没问题，我操纵。我们说好了，首航要一起飞的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这个库部长放弃飞行，一心要走仕途了。等他下周从上海回来，第一时间安排你手术。喂，小姐，我还真发现了南俊哥的蛛丝马迹了。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一叶障目了。说实话，我害怕了。